贾静雯先前出演《陆纵乘风2023》，17日总决赛结束后，她也于20日搭飞机回到台湾。引人注意的是，当天她透过线动说到：“今天太幽默，第一次遇见从上海到松山机场，碰到天气不好，突然说要迫降福州机场加油，结果空中盘旋时又广播通知可以转飞桃园。到了桃园后又说加完油就要飞松山机场40公里，起飞到降落15分钟。这一趟回家路充满曲折，因为不到2小时的飞行，自己竟然从中午12点出发，一直到晚上9点半才落地，最后也幽默嘱咐，原来乘风的日子是如此的不舍结束，让我继续在空中乘风。最后也贴出自拍照，并写下机上的等待，空中乘着风，终于落地回家了。